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祈求神灵救救我老婆。记什么？大哥，这家伙面生得很，看来才刚到小镇不久，不如……小子，算你好运，咱们会让你牢牢记住下山恶霸的厉害。在下并不喜争斗，但若二位执意要动手，我也只好奉陪。必须阻止！请多指教。大家好，得罪了，是我一人造反啊！失礼了。得罪了。绝不再犯，接下来我们都不会再反抗，请高抬贵手。好像真的停手了。大哥，趁他没反悔，咱们快走吧。必须阻止！抱歉，是我收手不及，差点伤到你们要害。啊，这里有些清瘀消肿的药膏，请收下吧。大哥，这世道怎么还有这样的家伙存在呀？喂，你这好人实在当得太过了啊，在小镇一定会吃大亏，往后遇上什么麻烦记得来找我们瞎山恶霸。好像结交了奇怪的朋友。
谢谢，谢谢你帮我。宝叔，我们也去凑凑热闹吧。热闹啊！带来的粮茶那些准备抢红绸的外地人，好像还没结束。心怀芥蒂的剑法，我去帮拿几幅来卖。我可不想靠。我说这回抢红绸，他肯定赶不上，赢家绝对会换人。不不不，只要他一用疏忽族的能力，马上就能扳回局势。我还是赌他赢。在镇上听闻的疫病灾难，立刻他有三米一上，千峰战士是我堂堂盟友，别将他们与你畜养的猛兽混为一谈。可是毛茸茸，真热闹啊！带来的粮草，这场危难咱不能出手。来来来，客官，先来瞧瞧。我们这价格公道，舒服整洁，就算到帝都，也找不到更好的客舍了。这些出自大龟之山的狼草是延年益寿的珍品，可得看好，别让小小有机可趁。再不处置，只会纵得黑市那帮人越来越无法无天。镇内纷争不断，但镇外亦有叛军虎视眈眈。马都拴好了吗？老大哥，据说这真实小镇里有黑市，咱们这次你可有门路？红绸吗？没，不拘节外生枝，别沾上的好。神医只要一下山，咱们就在外头别议论这些，进房再说。不知那神医能不能治治我的脸？这鼻子似乎有点歪啊，眼皮儿也要双层的才好看。这简单，我来替你在眼皮上划两刀。鼻子嘛，你们俩给我正经点。听守镇的说，焰火国人又想搞事情。他们觊觎这小镇不是一天两天的事，来就来吧。神医就快要下山了，镇上本来就不安宁，这焰火国人再来添乱。今天有不错的仙仪，把镇里几个兄弟都叫上，熬羹都很美味。下来助船，客人好，可想尝尝？让兄弟们多帮你注意状况。父这次准备了三株树的树枝作为酬礼，神医一定会选择我们作为诊治人选的。阿父，我头好疼，我想回帝都。
补偿。没找到我的幸运草，明天生意肯定不好。大哥，你不晕我都晕了，冷静点好吗？快帮我找找啊！啊，快！再有几日云先生便要下山，快先将客舍整理干净，国主要亲自来候他。国主何不差人在此等候，再邀请先生回宫？云先生是国主的救命恩人，当然不可如此随便。